救护车，要快点叫救护车才行。不可以叫救护车，把这件事嫁祸给李庆辉，这样就行了。右罗是什么血型？右罗是 O 型啊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妈，您怎么会这样怀疑我的清白呢？我真的好伤心。今天晚上7点之前会用电话通知您结果。这是车祸那天救护车拍到的，妈妈认识影片里的这个人吗？这个人是。 保外就医，别妄想了，我绝对会阻止你们申请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，未来戏剧台《秘密的男人》。